所以到手背的这一段，哦，以上的痛都要找这里。好，说不如做，哎，您说给大家听。这里的话呢，我这里痛了差不多4个月了。哪里？就是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地方，嗯，哦，他在讲这个地方。因为当时剖这个地方，好，因为当时剖腹产的时候呢，剖腹产的完了之后，他不是要打一个那个麻醉剂，一直都放在这里嘛，一天一夜的嘛。自从上次打完之后到现在都没好过，4个多月了。4个多月。一直你一直都很痛，他一时你现在按下去就很痛，他有时反手过来都不行。反手也不行，嗯，好，都很痛。那你平常怎么处理？我平时就自己这样按一下咯。那按一下会不会好？不会。不会。那他证实一件事情，哪里痛按哪里是不会好的。他已经告诉你们这个答案，所以你们不要再学他了。他已经告诉你们答案，其实这样按4个月也不会好，因为他痛起来就按这里也不会好。那其实不会好，如果你继续一直揉久了还会怎么加重。所以这也就是我长期这样观察下来就可以确定，那医学是有问题的。哪里痛处理哪里，已经犯了我唯一的禁忌。哪里痛就是引子。那表示他手这里有没有问题？他说他打针一直打这里，这里有没有受伤？认为有的举手我看一下。他认为这里没有受伤的举手我看一下。其实他一直打针。他认为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。快下课了还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的都要当掉了。你看，我们快下课了，这个已经快结束了，所以观念还不清楚。很简单，哪里痛哪里就是什么引子。那引子的地方是好的还是坏的？好的，好的啊，没有受伤啊，那是医学搞不清楚，所以他在没有受伤处一直要把它揉到受伤，这怎么可能？也。引子里面找得到本尊吗？引子里面绝对找不到。引子你怎么挖？把地都挖空了还是引子？你不信你挖挖看，还是找不到本尊，是吧？所以引子里面绝对没有答案。所以他即使在这里照也是照到什么引子，也没有答案。我再重复齁，这个第一天都有讲过，所以到现在你们还不知道。不知道不行了哈，已经都快下课了哈。好，那这里的痛表示他手腕确定没有问题，那他在怀疑打针把他打到受伤有没有，是不是针把他打受伤的？我们要说句公道话，不是。我虽然常常批判西医，但是我们实事求是，这个绝对不是西医造成。他在打点滴的也许怎么样固定太久，那个筋伤了，是固定太久，他固定24小时的嘛？他帮你固定还是？他没有固定，他就放在这里，那个麻药他有21天1夜。一天啊，你就一直放着，不能动嘛？你不能动。然后扯完之后就这样的。所以他是固定时间太久，受筋伤所致，因为筋绝对不能固定一段时间太久。所以我为什么说不能站立过久？筋会绷紧啊，你打电脑也一样，一直打。那打这里就会怎么样？绷紧了。那绷紧久了一定受伤，所以我说打电脑你最好20几分钟就要怎么样起来活动一下筋骨，不要一直打了，再打有时候就会受损。好，那这样他的问题很显然也是这里造成的。好，你转过来，嘿，这样啊，叉腰。好，那在这一段一定可以找到痛点，一般这里痛，一般差不多痛点在这里。那我们就我看这一点是不是很痛？这一点，对，差不多业力在这个。那我们从第一点开始找起，这一点痛吗？还好啊，但是到这里就痛了，是吧？好痛，好痛，好。啊，这里呢？这里也痛吗？也痛，也痛，好。啊，这里呢？这里不行了，这里就不行了。好，那我轻一点。如果患者说不行了哈，还讲得出来，表示他还行。你们记住这，但是你就力道轻一点就可以，所以还可以继续按，也不要说他不行，你也不行了，那这大家就停止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轻一点，这样可以吧？好，可以，好，那就轻一点。好，这里可以吧？这里痛吗？
还是痛，哦，那还蛮长的。那，啊，这里呢？这里没那么痛。哦，这里就没有了。好，那么它的痛点就这一段，很明显，这一段任何一处都痛。哦，所以三四个月，那我们就把这里，好，你忍一下哈，这个很快就过去。你有没有念佛？你念念看，哦，你念你的，啊，我做我的，应该很快就过去。啊，好，那差不多来回这样两三下，也不用时间过久，那我们就直接针对他的痛点，这样帮他再舒缓一下，揉开。其实再揉，你看本来叉腰是我可以直接下去，啊，他已经松掉，没也没关系，你不用再叉了，就是我这一手把它扶起来，啊，这一手压下去，一样可以做得到，是这样来的。好，这样力量还可以吧？哈，这样就比较舒服一点。哈，好，那你再看看那个点，你再，哎，这里真的不痛了嘞，是真的。我先就自己一直都在按，都很痛的。之前按一直，我真的不痛了。真的不痛了哈？真的不痛。是啊，这个不是魔术，这绝对就是找出来的原始点。那你这里还要不要揉？不用了。不用啊，要不要再继续试？他那个动作会痛的，回去一定不能再试。我有讲过，哪个动作会痛，你就不能做那个动作，要不然会怎么样？因为你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他做到最后一定怎么样？痛就会出现。你也许做半个小时不会痛，但是做一个小时呢，他真的有时候就会痛起来。我常常说，我有时候如果你一直不断的重复那个错误的动作，那即使把你的筋揉松，你还是不断这样，它这个筋还是不断在怎么样，没有休息受损中，那很快它就会崩回来。所以我揉个一两分钟，结果你做个一两个小时，这时候一定肯定会痛。这时候就是我常常讲的，我的愿力抵不过你们的业力，这就没效了。所以已经做好了，你们试一下，大概好了就确定，不用再怀疑。那再来呢？接下来稍微温敷一下，那休息一下，它就可以完全复原。有时候一两次就完全好了，哦，哪怕说时间，啊，很久。好，不会不会，好。